那在这里我们就有红石以及钻石的可能性，对吧？有没有 ？Nice， 那空间也变更大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更大的地方来随意挖挖，好不好？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，Nice。没有再度死亡，只是没有想到那么深而已。这是一定要贴稿了啊！这里的矿负五十会不会比较没矿啊？钻石48到50，对不对？我每次记得，下次又忘了。红石是-59。钻石-53，我在-53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鱼儿鱼儿水中游，随便鱼骨应该是有机会的。钻石最好高度在-59，没问题。但是-59好像我们这里好像就没了，没有-59好像，-59往下，我今天上下一直搞混，好，-59可以往下，红石-59，钻石-59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来了？好了啦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说来就来，一挖到-59，好不好？红石姐姐直接一个拥抱上来，哇，有够害羞，有够害羞。红石姐姐又来了，红石姐姐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受不了了啦！我现在的心情比较想要去找，等一下。出事了！我们刚刚有一些铁，它寄存在上面，我们的铁镐就剩下一点点那一种，真的是一点点，就为了钻石，千里而来，就只想要一件，就一件就好，一见面。第二个见面的钻石我无法，一心一意只为一颗呆闷，该来了吧？这该心动了吧？钻石小妹，何时才来？我这么的好，我难道对你还不专情吗？我的铁镐就只为了你。就为了你，上面有岩浆捞起来烧，烧什么？烧把碳烧成钻吗？还是阿乔不是钻石沟通师吗？没有，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在1.19的世界，我就像是个孩子。我啥都傻不隆咚的，青金石会不会附近也有个钻石小妹呢？该来了吧？我觉得沿着这个边界，哇，应该会有，因为作者就是想说，哎，这个边有没有？你都无法扩大，一定就缺什么歹门来坐着挺你，就在这一个边，你相信着他，坐着就会给你回馈。我懂的，哼，我哪吃不懂坐着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好了啦，所以挺你的。附近的蝙蝠怎么那么惨？
历史蛮好挖的，挖一挖，说不定就可以挖到 diamond。没事，继续沿这边。负五九，对，你懂，你知我知，都知道钻石在这一层多多多。作者也懂这道理，所以他把钻石放在这里，无心的人就会以为是什么啊、哦，我好幸运挖到了。而我们懂作者的思维，就知道这其实是作者用心良苦。好不好？善待一个人，就是要在这样子一个不经意之间的对他好。他如果没有 get 到，没有关系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祈求别人，就是觉得哇，你好棒，你最棒，嗯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有帮到你，本身我就开心，对不对？帮助人如果还祈求着回馈，那就不是帮助人，而且你会帮得很痛苦，好不好？你就会帮助人家，然后人家没有 get 到，你就会觉得很气，就觉得哎，我这么挺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哎，哪次翘班，我流泪的不是我，对不对？不行不行啊！所以我懂，作者我懂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现在只绕半圈，这是我们运气不好，对不对？他早就放好了，结果是在另一个半圈，这个锅我背，好吧？作者我背，运气不好，嗯。作者这个红石，我现在是挖不动了，它有点硬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个圈内放红石呢？或者他在暗示我，黄金呢？可是我现在好像也用不到黄金，好不好？红石、黄金都在这里了，这里是什么？他们在干嘛？姐妹 party。姐妹 party 不找钻石小妹那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都来了姐妹趴，好了啦，你们该不会也是嘴上说姐妹，实际里又在那边暗暗的背刺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开创造最快，没有没有，开创造没有很快。你超级留言5000最快，那是哦，那个速度不得了，好不好？快的不得了，只限于你，其他人没有，其他人没有，其他人不需要。红石黄金在这里聚会，然后在那边说啊，钻石妹妹怎么不来？好夸张哦！然后钻石妹妹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。就是这样，这世界就是这么的塑料啊！钻石直接哭了。感谢木木的超级留言，不需要不需要，好不好？只限那个有嘴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会告诉他们怎样更快。根本没邀请啊！你看我们挖，为了要挖钻也只能这样子啊，我们不然能怎样呢？能怎样呢？哎，最后一圈咯，我们快要绕一圈咯。作者，我把你铺成的这么的好，这么的棒，我哪次不挺你？你肯定也会挺的吧？让我们来一个知心的交流。我挺你，你挺我，我们互相挺。感谢另一种的杰克的超级留言、哦、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结果藏在正中心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等一下挖完一圈没有，我们就切到中间去，这肯定没问题的。
反正我们都差不多挖到了，我们的眼眶里好不好都是泪，这一圈啥都有了，啥都有了，铁都来了，万事俱备。哎，不是铁，有一有二就有三。哎，对对，有一有二就有三，但那一个三是在你永远也触摸不到的地方。你以为三可以，但它就是失败了。最遥远的地方，就在于你在我的面前，我却触摸不到你。我原本可以有第二个铁稿，但是他就这样子，唉，一个，唉，好遥远，永别了。不会不会，我们下次一定再见面。他们排起钻石，排起钻石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定一定有的。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我们真的要绕一圈了耶。我以为这一条就已经绕一圈了。原来还没。这种时候要假装不在意撞钻石，他才出来，没问题。其实你看，你以为我在挖钻石吗？没有啊，我在挖一个什么正方形，对不对？绕一圈，绕一圈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完全的理解它的大小，然后到时候有没有就可以把这中间全部掏空，那也算是一个旷世成就，对啊。需要钻石吗？其实还好啦，就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啊。他不来，他不来，我 care 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对不对？不来就不来，不来就拉倒啊。嗯，你不来，我还有更好的，铁小姐也陪着我，黄金也在，红石姐姐也都在，对不对？没问题的。嗯，挖掘躲猫猫没错。没错，我们现在也在体验挖掘躲猫猫啊！你看，这种挖一圈的地道还蛮不错的。鬼追你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直接跑跳跑跳，然后后面再垫 ？Nice, nice， 真的很棒。对啊，就是体验一下，然后也体验一下这个石头，因为我觉得深板岩碎石它是一个很好的建筑材料。像我们最近有个新人，婉婉，他的那个建筑真的很厉害。我就想说该是时候，说不定这个雪地生存有机会也让大家看看我的建筑理念。那我最近觉得深板岩碎石是一个很不错的建筑材料，好不好？这个材料我就是想说这次机会难得，来地底好好的踩一番。那绕一圈的这种挖法就是比较无脑比较简单，所以我才特意这样子挖。你说为了钻石，别笑掉人家大牙了。钻石算哪根葱？算什么钻石？你以为自己很大牌吗？钻石，算了吧。你想想，你后面还有谁？玉髓在，未来说不定还有更多稀有的。你不过只是个钻石，唉，少在那里说了，唉。不 care 他，完全不 care。为什么又这样子啊？我们不是绕着边界挖吗？我们有上下吗？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要绕一圈呢、欸，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圈多了好多，这圈怎么那么大？这圈是不是越挖越大圈？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一圈有没有？其实我们是不是挖到不同的平行世界了？对啊，
我以为已经好几面了、欸。我们是个四面体吧？还是其实麦块他在我们挖的途中偷偷改成八面体了？我以为麦块是个